普通人坐火车回家发的朋友圈。回家喽，回家喽，我要回家喽。看了我教程后坐火车回家发的朋友圈，先拍一下车站的人流，再拍一下要坐的火车，拍一下车厢内，最后拍一段窗外的风景，打开剪映导入拍好的四段视频，关闭原声，点击比例9:16，点击视频条，将每段视频变速至 0.5， 点击白色小方块，选择叠画转场，全局应用，添加音乐导出看看效果。听闻远方有你，动身跋涉千里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，这算不算相拥？我踏过你走过的路，这算不算相逢？ Hit it! That's what I'm talking about! Wait! Okay now, from the beginning. Hit it, boy.